男星陈牧驰凭借电影《封神》第一部翻红，没想到近日却被爆出与大七岁女星陈冰隐婚。陈牧驰去年被拍到和陈冰在咖啡厅约会，近又被狗仔拍到和女方一起逛街买戒指，随后还被爆出过去还曾经闪婚又离婚。对此，日前他针对传言亲自做出了回应，承认过去确实有过一段婚姻，不过当时双方是和平分手，而女方是圈外人，因此呼吁大众不要打扰前妻的生活，并在文中向对方道歉。接着，陈牧驰在文中强调，如果还有人继续造谣、散播他的隐私或利用这件事攻击前妻，他将会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。除了感谢大家对自己的关注，也很抱歉因为个人私事占用了公共资源，坦荡的态度获得不少网友力挺。